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好，很有精神。明治初期的日本海军将主力和新锐舰只编为常备舰队，而将陈旧舰只编为二线，承担暗防任务的警备舰队。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时任海军大臣副官、军务局长的山本全兵卫将这两支舰队统合，成为联合舰队的雏形。之后于日俄战争时期再次临时编成，到了1923年成为常设单位。1981年的电影《联合舰队》开篇这样说道：大海曾封锁了日本，又让日本打开国门。日本于明治和大正时期迅速现代化，实行军国主义，以应对外国势力，此为联合舰队诞生的背景，并在甲午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日本海军成为英美之后的海上第三霸权。随着昭和时代的来临，借由武力扩张的野心导致了最终的悲剧。1940年9月中旬，曾强烈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海军在9月15日的内部会议上立场转为了同意。海军大臣吉川谷治郎看到山本五十六气鼓鼓地留在会议室，颇为无奈地解释，三国同盟可能会招来美国的石油禁运，继而爆发同美国的战争。然而民众对结盟的呼声极高，海军省一味反对恐引发内乱，吉川表示别无选择。国家国民の存亡にも関わる。除了高层军部的大员，本片引入了两个虚构的家族故事线。造船师傅小田切武士得知儿子正人被江田岛录取，欣喜若狂。妻子早年病逝，他拉扯着四个孩子殊为不易。女儿们翻出了父亲的旧军服，令武士有些不解。原来家里刚收到另一封信，是海军征召他返回现役。作为曾经服役18年的海军老兵，武士退役时的军衔为兵曹长。儿子迈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将来干到40来岁，晋升中佐或大佐，成为舰长都很正常。怪不得啊，海军中穷苦出身的平田看不上地主家的女儿。另一个家族线是奈良的本乡家。41年3月，长子本乡英一晋升为海军中尉。休假陪未婚妻杨子逛神社，心情大好的他又遇到了弟弟真二。身为博物馆馆长的父亲难得见儿子们回家团圆，心情不错，唱起了歌助兴。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势如破竹。在轴心国盟友的激励下，7月底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招致华盛顿的强硬表态，冻结了日本在美财产以及石油禁运。形势发展果然不出山本的预料，考虑到缺乏石油储备，吉川谷治郎和永野修身希望误与美国交战，但海军的好战分子令他们头疼。代表人物是主张大炮巨舰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的南云忠一。两位元老认为，如果不是海军吊床号的制度，这个位置理想的人选应是推崇航空战法的小泽治三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立后，根据成绩名次分配床铺位置，尽管学员在校内不睡吊床，还是按照军舰的习惯称为吊床号，出发点是杜绝山头和门阀，避免任人唯亲，但逐渐被人为的神圣化。毕业时的吊床号等于一考定终身，学习排名决定了未来的命运，成为人事任命、论资排辈的工具。什么做题家狂喜啊！南云忠一这么一位鱼雷专家出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正是由于资历比小泽老。南云是江田岛36期排名第7，后者则是37期排名45。片中的本乡和茂木等人恳请从老旧的凤翔号航母调入先进的瑞鹤号航母，小泽劝各位不要着急。山本虽不愿同美国开战，但接受了战争即将爆发的现实，请来小泽治三郎征询意见。どうかね？あわよね？飛行機でね。当时 IGN 对于航空战法的意见不一，以何种方式偷袭夏威夷在海军内部没有共识。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提出3点反对意见：开放海域补充油料困难，舰队航行3500英里不被发现几无可能，外交努力尚存希望。军令部更青睐南向作战，拿下东南亚的英美殖民地后建立防御圈，采取舰舰妖姬作战，最终依靠战列舰与美军决战。
山本坚持奇袭，寻求主动进攻，不惜以辞职为要挟，期望一开战便重创美军，或许可使美国人谈判求和。本片仅从战术方面回顾了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更多内容请翻看往期的虎虎虎、中途岛等视频。1941年12月8号清晨，一架架舰载机从联合舰队的六艘航母上起飞，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偷袭珍珠港，给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了重创。影片旁白属实难崩。長野軍令部総長は陸海軍統帥部を代表して考えを述べている。戦うも亡国、戦わざるも亡国。因此被迫发动战争。水浒啊，好就好在招安，而本片点就点在被迫。参与空袭的本乡和工藤兴奋地看着熊熊燃烧的珍珠港，日军的两波攻击获得了重大战果，击沉及重创美军8艘战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188架飞机，共造成2400人伤亡。令山本五十六皱紧眉头的是，美军船坞和油库未受破坏，且作为真正主力的航母并不在港。日本不宣而战的偷袭，在彻底激怒了美国上下的同时，也印证了航母战斗群优于传统的大炮巨舰。在珍珠港事件的8天后，大和号战列舰正式服役。影片中这艘缓缓行驶在暮色里的战舰，象征着大炮巨舰主义以及联合舰队最后的余晖。呀，でっかい、まさに浮かべる城ですな。排水量6.4万吨，拥有9门460毫米巨炮，充沛的火力配置，理想的作训生活条件，令日本海军赞叹不已，并于1942年的2月成为了联合舰队的旗舰，因其优越的食宿条件，有了大和旅馆的绰号。工作之余的小田切武士打造了木质的大和号模型，令同事们啧啧称奇。依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大伙畅想着联合舰队下一步的动作，菲律宾、印尼仿佛探囊取物。山本五十六却并不轻松，草拟的中途岛作战计划被驳回，军令部依然坚持南向作战，山本又一次威胁辞职，迫使大本营同意了计划。1942年4月18号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在杜立特中校的指挥下，对东京实施了出人意料的空袭。尽管战果十分有限，却给日本上下极大的震撼。大本营和联合舰队以无法保护皇居为耻，决心尽快歼灭太平洋舰队，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再无阻力。瑞赫号航母在稍早之前的珊瑚海一役中受损，无事的本乡同战友外出喝酒消遣。令他们感到不快的是，连醉酒的艺妓都知道联合舰队剑指中途岛。珍珠港的大胜令海军不是一般的飘，保密和纪律之差可见一斑。作为后人，我们知道美军通过破解日军电文，以提前做好中途岛的防御。1942年6月4日早7点，日军轰炸中途岛战果不佳，7点15分南云中一下令第二波攻击，令地勤将舰载机的鱼雷换成炸弹。不久侦察机突然发现埋伏在附近的美军2艘特遣舰队，南云又仓促下令将炸弹换成了鱼雷，且没有听从山口多文的建议立即派遣舰载机攻击美军航母，而是决定先收回轰炸中途岛的飞机。按照渊田美津雄决定命运的5分钟的说法，10点20分舰载机已全部准备起飞，仅5分钟后多架美俯冲轰炸机来袭，先后击沉了加贺、苍龙、赤城3艘航母。中途岛一役算上随后沉没的飞龙号，联合舰队损失了4艘主力航母，可谓元气大伤。随后开始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双方的海陆空争夺十分激烈，美日均损耗了大量飞机和战舰。联合舰队的祥鹤与瑞凤号因损失严重不得不回国大修，瑞鹤号负担着沉重的作战压力。42年10月26号，考虑到刚击沉大黄蜂号击伤企业号航母，瑞鹤号并未安排战斗机护航本舰，本乡英一等人领命出航攻击，刚起飞就发现大量敌机来袭，茂木自作主张回头支援。虽然协助保卫了瑞鹤号，但分散力量的攻击编队损失惨重。令侥幸返航的英一恼怒不已，事后羞愧的茂木申请了调离。联合舰队接连作战不利，休假回家的英一十分不安，感到自己随时会丧生。他告诉父亲想取消婚约，杨子却穿着白无垢现身，被感动的英一娶了杨子。
在两人新婚旅行的宫岛，杨子敬着军礼说偷袭成功，对穿着婚服给英一惊喜的爱情偷袭十分得意。但这天晚上英一没有留宿，不辞而别返回了部队。影片暗示他们并没有夫妻之实。在小田切家，武士很高兴儿子正人从江田岛毕业，成绩优秀，荣获天皇御赐的短刀。可晚上正人告诉妹妹，他不想去开军舰，而是成为海军飞行员。在瓜岛争夺战失利后，日军将剩余部队转进至拉包尔。随着美军的全面反击，日本长期作战的劣势逐渐显现。山本预料到了这一点，也无能为力。一次作战任务返航时，由于战机受损，英一迫降在不音岛基地，又遇到了战友茂木。见识过太多伤亡，令茂木对战争结局相当悲观。他们还没来得及叙旧，又不得不面对美军的轰炸。愤怒的茂木驾机迎战，却再也没有回来。时间来到43年4月中旬，山本56不顾小泽治三郎的劝告，执意前往前线视察。不料包含详细行程的电文遭美军截获，山本56的座机最终于4月18号的上午被击落。山本之死也被称之为海军假事件。为了刻画山本的身先士卒，本片称这次视察未安排战斗机护航，理由是众多军机和战舰都没有，实际上是安排了6架零式随行，没有想到美军竟安排了16架 P-38 执行拦截。随着战争局势不利，日本兵员短缺，仍在上学的真二也被海军征召。收到信件的英一以及老父亲难免忧心忡忡。随着山本阵亡，联合舰队的司令官由丰田富武接任。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势如破竹。马里亚纳海战结束后，日本的航空力量所剩无几，同时进行的塞班岛一役，日军无力抵抗对手的抢滩登陆，南云忠一等人切腹自尽。1944年10月20日，美军开始登陆菲律宾群岛中的莱特岛。为了保护运输线不被彻底切断，日本海军开始执行捷一号作战计划。小泽治三郎的舰队充当诱饵，从北侧吸引哈尔西的主力。立田舰男指挥的舰队趁机驶入莱特湾预定地点，一举歼灭缺乏保护的盟军登陆力量。问题是，小泽的舰队仅有4艘轻型航母，舰载机不过108架，哈尔西第三舰队的飞机超过1000架，力量对比不可谓不悬殊。由于高强度的人员消耗和补充能力不足，瑞鹤号上新来的飞行员相当稚嫩，而机师都是些老兵。武田中士本想敲打一下新兵担子，没想到对方却说自己从未在航母上起降，但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武田被打动了，叮嘱大伙务必确保飞机的状态。来自岩手县的小伙子中本说自己刚上完高一就去了飞行学校。众人听说他的父亲是阵亡军人，武田和同事对着孩子不禁生出怜悯。说话的功夫，一架战机正在降落，姿态平稳，非常完美的着舰。武田鼓励中本要认真学习，原来正是主人公英一。可惜的是，编队剩余战机未能返航。新人，尼萨。令英一感到意外的是，弟弟真二被分配到了瑞鹤号，可兄弟重逢并没有太多的喜悦。真二怪哥哥对杨子无情，辜负了嫂子的一片真心。だったら初めから追加に乗せなきゃいいんだ。そうでしょう。一年前，战斗负伤、左眼失明的工藤对再次征召到前线感到不满，在舰上喝得酩酊大醉。真二见他如此懈怠，便动了手。事后才知道，这是大哥的老战友。见识过战争残酷的英一和工藤，小剧的气氛有着淡淡的伤感。44年10月23日，立田舰男的旗舰爱宕号遭美军潜艇鱼雷击沉，立田只好将旗舰换成大和号。24日，立田舰队遭遇美军航母攻击，武藏号战列舰被击沉。立田表面上掉头撤退，却于晚间再次掉头驶入圣贝纳迪诺海峡，顺利的在25号清晨来到萨马岛。与此同时，哈尔西注意到小泽舰队的动向，在收到立田舰队撤退的错误消息后，哈尔西决定追击小泽，彻底歼灭日本最后的几艘航母。瑞鹤号上，小泽向英一和工藤等人挥手告别，武田将护身符送给了中本，后者起飞时险些坠海。护身符或许有点用，但不多。在美军强大的海空火力编织的弹幕面前，中本哭喊着妈妈，依然被击落。而后工藤中弹阵亡，
负伤的英一驾着战机撞向美舰，同样战死。小泽舰队充当诱饵，吸引了哈尔西的火力，代价是四艘航母陆续被击沉。武田忠士战死在了岗位上。小泽治三郎本想随瑞鹤号一同沉没，被下属强行架走，登上了大电号战舰，悲痛地目送瑞鹤号沉入海底。令后来日本人感到惋惜的是，立田并未收到小泽成功诱敌的通知，也未收到军令部进攻莱特湾的急电。他错误地判断美军后援舰队即将抵达，不顾宇环禅等人的劝阻，迷之下令舰队反转回撤，错失了袭击美登陆部队的机会，导致了菲律宾防卫战最终的败局。以美日双方投入的军舰总吨位来说，莱特湾海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经此一役，联合舰队的有生力量灰飞烟灭。本片也是为数不多反映莱特湾海战的电影。痛失两位男丁，让本乡家陷入巨大的悲痛。正在老头抹眼泪的功夫，真二竟奇迹般的回到家中。原来是大哥曾留下了一套救生衣。瑞鹤号沉没后，真二在海上漂浮了半天，侥幸获救。英一同时留下书信，托付弟弟照顾好养子。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未亡人养子决定嫁给了真二。视角切换到小田切家，父子休假，一同回到家中。武士发现儿子正人将头发与天皇御赐的短剑放在了一起，便询问儿子是否加入了神风特工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武士有些难过，责备儿子不该去送死。但正人的反驳令他无话可说，战火即将波及到本土，那些姊妹和母亲们无处可逃，为了他们必须要战斗。忠孝不能两全的正人在军港意外结识了真二，得知真二正在大和号上服役，正人请他尽量关照自己的父亲武士。这也凸显本片另外的主题，海军与军人如同家庭中的父子。此刻真二与武士建立起类似父子的关系，亦如瑞鹤号上武田忠士与稚嫩的忠本。时间来到1945年4月1日，随着美军开始进攻琉球，军令部考虑实施举水特工，对同盟国军舰实施自杀式空中作战，并安排第二舰队的旗舰大和号与一艘轻巡洋舰、八艘驱逐舰支援琉球地面作战。毫无疑问，缺乏空中掩护，大和号的结局不过是自寻坟场。军令部的考虑是，日本民众无法接受输掉战争而留下大和号，海军必须证明自己的奋战精神。这项计划遭到了时任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第二舰队指挥官伊藤整一以及各舰舰长的反对。海军军人不怕战死，可自杀式的任务毫无意义，但最终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大和号的舱室里弥漫着悲壮的氛围，舰长有贺破例为大家准备了清酒，又一次唱起了那首《同期之鹰》。真二抱定了决心，为父母、为养子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作为军令部次长的伊藤整一反对山本偷袭珍珠港，多少有点负面的保守色彩。但作为统辖大和号第二舰队的主将，他是一位体恤下属、惦记子女的长官和父亲。为了日本的未来，伊藤要求67名年轻的候补学员离舰，在写给女儿们的家信中嘱托他们照顾好自己，甚至为怯战偷偷哭泣的下级军官盖好被子。吉川谷治郎告诉小泽，觐见天皇时他表示海军已经做好了自杀任务的准备，此外别无选择。小泽治三郎无奈地说道，德意日三国同盟时您就曾说别无选择，战争从别无选择开始到别无选择的终结。1945年4月6号，大和号和另九艘舰艇离开德山港，准备穿过丰厚水道前往琉球。正人的特工编队与大和号不期而遇，真二立刻请武士来到甲板，帮助这对父子见上最后一面。早已截获电文的美方派出大量战机，在纺织甲海域针对大和号展开了多轮进攻。至4月7号下午2点45分，战损严重的大和号发生剧烈爆炸，最终沉没。小田切武士、本乡真二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包括随舰沉没的第二舰队指挥官伊藤整一、大和号舰长有贺幸作，全舰共2498人阵亡。在执行自杀任务的途中，证人目睹了大和号的结局，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战斗到底。在影片的最后，小田切和本乡两家的生活依然在继续，预示几位主角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联合舰队是1981年日本最卖座和观影人数最多的影片，
从1940年三国同盟事件展开，到1945年大和号的沉没，五年间的起伏兴衰，除了刻画山本五十六、小泽治三郎、宇环蟾等几位海军大员的形象，通过本乡和小田切家的故事凸显了父子关系在海军的映射。比起小田切武士和证人货真价实的上阵父子兵外，武士同真二类父子的关系，武田忠士与丧父的飞行员中本、伊藤整一与哭泣的下属，都将海军视为大家庭。大将山本、小泽、伊藤都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这也反映出本片对于父权的尊崇。联合舰队延续了日本海军电影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暧昧态度，出发点往往不是考虑当初如何避免轻启战端，也不会反思侵略行径对邻国的伤害，仅仅检讨在战术上的不当决策。在联合舰队内部怪南云忠一、立田舰南的贻误战机，在海军内部赖军令部顽固不化，在军界赖陆军鼓动舆论不得不接受德意日三国同盟，仿佛联合舰队以及日本海军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受害者。和影片渲染的小泽治三郎形象不同，在瑞鹤号遇袭遭遇重创时，小泽第一时间脚底板抹油开溜。另据当年服役的水手回忆，小泽和山本对底层军事态度高压，远远谈不上爱兵如子。最后说一句，幸亏本频道女粉极少，真二和未亡人杨子的激恋放在今天，怕是要被某些群体骂到视频下架了。以上便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